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六场国战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六场国战的话，由悲歌、绸缎长、方若曦、圆弧、绝缘的暴风雨、倾城响马和吴景浩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么今天前四场吧，都算一个反抱团的样子，就是都有抱团，然后看如何去抗击啊。后两场的话都有，还有过牌价输出，我们挨个看一看。第一局我们这边啊，大师女谋没有选，选了蜀国张飞加列公，这样的话是强大输出啊，强大输出。那我们看一看啊，当然前期肯定是要低调啊，像这种偏菜刀属性的武将，这早期出来那击没有鼓防于御，那就此，是作以死制啊，四作方，死为啊，你开五所五又开胜。南蛮，你这个打的，鼠辈竟敢上我啊！一个南蛮炸出两位，划算魏了，大三人，位了啊，三我位这了。里乃胜。那么瞬间魏国就抱团了，直接翻了一下六号位，保证自己的先行行动能力。最后下那次边决注意斗，点。哦，司马这个够狠啊，强行来一波这个，前尘往事，他要出悠悠来在，提防心野啊，防野打得非常狠啊，打得举非常杯狠。邀饮，当然，目前而言的话，魏国具有比较好的优势啊。目前场上他们近乎一个四联动。我们没有去灵，那就动弹不智慧一得。击。当然有大乔在那边，我们可以考虑杀一杀大乔琉璃啊。国家吃桃啊！你看啊，魏国现在整体状态好啊，比较好啊，不太好打啊，留不太得好打。良田在，何愁仇不不破破敌？敌？哦，九贯十来一发八号位、四号位强行撸起来啊！那么目前的话就是抗魏大业，桃子再救啊，再救。哦，那么最后四号位这是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中，哎，练功哈，练功，有闪都不行啊，没桃。刚大才丈魏国都把桃何子吃惧的差不小多了啊，心再善，放逐啊，再放情逐。义但是深，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来放者逐的话，应该来说放八号位比较好啊。报国杀敌，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死，啊！我们又有强孽行缘一波张猎飞弓，在内。那么魏国的整个桃子全部被吃完，最后再来中啊，再撸一下典韦。哦，陆神将啊，陆神将，国之大计，盛世事为先。以今日之大事，副将会不会是周泰呢？顺水转羊拿乐啊，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啊，三军曹丕听他如果去翻令，陆不可神的撤话比退。较好一点啊，我他们这里以没有为再救了我啊，已没有再救经不了。再年轻了，但是司马应该来说，哦，没得改判啊，这都没得改判，我去。所以你看啊，曹丕刚才啊，如果考虑翻二张，就这司马不至于这样啊，那样直接送位三联知动道，哎。还是曹必丕啊，争。虽然190级，但是整个的放逐有问题啊，放逐有问题。那么目前我们抗抱团啊，就是首先要齐心协力呗，打呗，刚呗，哪里走？哪里走？集齐，打无懈啊！最后杀一刀，杀一刀！大乔这里竟然没有琉璃，手上可能会是桃子啊，可能会是桃子。哦，主公啊，主公，小棒子啊，小棒子。那我们这边百步穿杨中，哎，可惜啊，可惜这种时候就是没有杀啊。可惜这种时候就是没有杀，香香手里扣了一张什么牌啊？哦，装备啊，装备。夫君身体要紧，那现在注意啊，大乔在这个地方只能强行绑架我们啊。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睡人有问题，击鼓于此，这里以睡制人四的话，方。我觉得应该来说还不如睡我们啊。你把小胖放在那边，就让魏国去打，谁占对到吧？先你就机，让魏国去谁打，就胜了。你到时候这样，你两边啊，我们状态又好。小胖，你又把他状态回起来，最后你怎么形成最后的包围模式呢？对吧？不，还不可以死。当然，他这边已经跪了啊，已经跪了。现在二 v 三的话，我们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。农民在那边，只要我们有杀中一把朱雀扇子就漂亮了。何愁不破敌？何愁不破敌？决斗！哎呦，直接击鼓于还有此，桃啊，还有桃，以制四方。但是。只求一杀啊！只求一杀，来杀来杀！哦，两杀，这样的话，不仅能搞典韦了，这还救，还救，好，救得漂亮。那这桃子全部耗掉，鼻梁混过去啊！杀的话，这一次杀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可以吧？小胖如果能带一刀，我们就，哎呦，好的，好的，国无懈啊！
那么整体啊，你看啊，从魏国四年，张翼离本来啊，几百，那到最后这边直接变成大叔了，直接变成大叔。所以我们前几次啊出抱团的时候都强调一个联动的概念。当然，大家如果去看别的主播解说的时候，应该来说，我觉得啊，应该来说都会说这个概念。你只要有联动存在的话，那么一般而言抱团啊成功率都非常高的。那像刚才这边二张一出来啊，一个乐不思蜀却竟然竟把司马控住了，这个是实在难以置信啊。这种事情你就是，而且是顺着大桥的那边的乐，对吧？所以曹彬翻了小胖而没有翻二张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比较大的失误啊，比较大的失误。他如果翻了那边，那样的话直接魏国一波三联动也是不错的啊，也是不错的。虽然你曹彬死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有优势啊，有优势。好，第一局的话，反抱团我们的输出流武将啊，菜刀流武将立功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。好，第二局是一个掐断的啊，是一个掐断的。那么掐断是在十分钟这边哈，当然还有38分钟，这是一局持久战啊，这是一局男人嘛，持久一点啊，持久一点。大乔这都没有开 A 哟，都没开 A 啊。那么注意场上已经四个鼠全都有了，我们竟然就野掉了啊，竟然就野掉了。那么自然而然就是要抗鼠了，抗鼠了。当然这个鼠国有点渣了，略渣了。孔融，以成天之道，再来一个决斗。小诸葛 ，See you 哦，又逃。早睡早起。吼吼，这还有华佗啊。那么目前这个局面的话，肯定是先抗抱团再说，对吧？这蜀国像小诸葛啊，这肯定是要归的啊，肯定是要归的。那么这里打完之后呢，就是比如说华佗、苟货啊、大乔这三个人啊，对我们都应该来说单挑不利啊，单挑不利。大乔有乐不思蜀比较蛋疼，郭嘉有慢血比较蛋疼，华佗这回血嘛，跟郭嘉其实有点类似了啊，有点类似，一个慢血一个回血咯，对吧？那么整体我们先不管啊，当然我们刚才啊，你看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是低调续报了啊，就让他们三 v 三啊，三 v 三应该来说打蜀国还是有优势的，有优势的。扎蜀抱团没看点啊，没看点，对吧？你可识得此阵？一个雷杀飘出去，那么这样的话还在救啊，还在救，但是的话你这救后面还有苟货嘞。苟货这一刀带不死，还有拼点呢，驱虎吞狼啊。那么大乔这个时候都开始控华佗了，心机啊，心机。那边打庞统，吸，向魏延吸一下，给我们呗，好，送给了郭嘉，送给了郭嘉。乐不思蜀，老朱这小诸葛这边，我们继续低调啊。注意我们主视角打得非常的猥琐，非常猥琐。你看这手里万箭、无中、乐不思蜀这些牌。太猥琐了，老诸葛这也被乐中，那么那也被乐中，你看蜀国这完全打不出优势了，所以的话扎蜀啊，扎蜀，罢了，罢了，知己知彼，看一下主将吓人啊，输出流不要看了，张飞爷爷在此啊，咆哮一波，哦，这蜀国桃子还在强撑啊，强撑，驱虎吞狼之计，给一个二连。那么剩下三张牌都是不错的牌啊，所以的话没有拼点给出去啊。当然的话，小诸葛被带走，后面目前这个状况啊，应该来说蜀国还是要被带的啊，蜀国还是要被带的。那么现在华佗在那边以德报怨啊，大乔刚才乐他的，他现在反而送牌给大乔了，因为大乔整体状态不好，还要巴结一下，到时候巴结大乔控郭嘉呀，蜀国肯定已经不在最后这个决赛圈的这个考虑范围内的啊，应该是目前是这个样子啊。郭嘉还救了一下大乔，冰娘寸断空一个，但是冰娘也过了，请休息吧。先吃我吧，这家伙这没人救了，没人救了。继续高熟啊，继续高熟。华佗，你看啊，现在大家就开始了，因为大家打的都比较理智了啊，就是到目前状态，蜀国已经不是成太大的危害了，所以华佗啊、孔融啊，你让的人也不散给别人，我扔就扔了，扔就扔了。那么目前而言的话，我们这边还在处于暗将的状态，肯定暂时啊，蜀国他还是要打一打。蜀国打一打之后呢，
当然啊，像魏将跟群雄啊，也要适时的来控一控我们啊，控一控我们。一代劳这边换上了人王啊，国家换人王，杀一道黄忠，黄忠整体都来看。哦呦，我的妈呀，这边竟然八节苟货了啊，八节苟货了，那我们加一。那不是控一下郭嘉啊，控一下郭嘉。整体的话应该来说，苟货跟华佗我们肯定不希望留到单挑。那么像那个老朱的话，老朱，刚才我说了一句话，不是特别的跟正一下，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黄忠像这两个属无啊，应该来说大家考虑就是说不太担心他们了，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太能成气候了啊，对吧？所以郭嘉跟孔融在这边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打。我们这边想单挑的话，肯定是希望跟黄忠单挑好一点啊。老朱那边有空城，到时候我们这个菜刀肯定很蛋疼，郭嘉卖血不行啊，华佗回血不行，这位刚才就说过，所以的话就看他们撕啊，撕到啥时候顺顺阳再来通通粘起来，这里也不锁了，接刀杀人。整体华佗不死的话，这个郭嘉肯定是没有希望。好，虚胡同呢，我们刚才给了一个勾脸啊。好，老朱死了，那么目前到了打麻将的阶段了啊，来血战到底，能进能退，能进能退啊，真正发气杀我们出来，我们这样的话就底库交出啊。他们两个六七位已经知道我们主将，黄忠的话不知道啊，黄忠不知道。这个地方他打郭嘉没有用了啊，华佗肯定是跟他绑一块儿啊。此乃驱虎吞狼之计。华佗也开始杀我们啊，但是有人王在。那目前这个整体的话，应该来说，华佗的血性肯定要压啊，肯定要压。我们采取这个，我们现在在采取这个。排名一直不出牌的战略、啊、但是不一定有效啊，不一定有效。这里的话，华佗只要有牌在，郭嘉肯定就不会死啊，肯定会不会死。水八卦啊，水八卦。让牌给郭嘉，我们这边杀一刀啊，然后七张闪电啊，挂起来了，呼呼。这个稍微有点浪，稍微有点浪。黄忠这每次啊，中，啊，美味，驱虎吞狼之计，美味，好吃啊！再来一口啊！再来一口。现在华佗也不给苟货青囊啊，这里反正留着急救就行，对吧？不给他养肥了啊，不给他养肥了。然后这一波黄忠带的有点惨了，闪电，杀一刀，那么无中生有，锁锁连环，最后。吸了白银啊，继续留三张，谁敢伤我、啊、那么最后三人制衡的状态、啊、三人制衡的状态有打麻将变为了三国志啊、那我们就这个失误了，这个失误了、这个打着打着就忘了人家的名士了，忘了名士了。当然还好控住血线啊，那么现在是互相撕喽，互相撕喽。华佗肯定也不太好撕，郭嘉这样打的话硬打一波啊。华佗哦，三张牌怒送单挑了，我们躺着得到单挑。那么最后一代劳看看啊，当然郭嘉啊要慢慢打啊，不要急着打。而且我们这边啊跟郭嘉单挑有什么优势，就是你四血上线啊，一旦血线拉起来之后方便囤牌，对吧？方便续报，方便攒乐，那到时候一波带，那目前就已经有了一个乐，那到时候这个乐的话，那就有郭嘉好看的了。目前我们还不打算动啊，还不打算动。结果呢，这个还你想续报，人家不让你续，直接拆了刀啊，直接拆了刀。远交进攻，发一波工资啊，那这个就放到过河拆桥，把甲乙掳了吧。来加一弩掉一呀、啊，然而没有那么幸运了，没有那么好打。我们这边续了九，万箭打一波，他掉，那么乐不思蜀肯定要乐出去了。但是这个乐的话，下一波你又杀不了他，他如果有逃的话，下一回合还是
继续回血回起来，所以整个的这个乐稍微有一点点，呵呵，对吧？他应该来说有逃，所以刚才这个乐稍微有一点秉忠贞之不太好。这里可以顺手把那个三剑拿过来，你没必要，没必要在这，你可以放风筝打他呀。放风筝打他的话，那样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。嗯，你没必要说亮着他刀在那边，然后来砍你。哦，钻石好评啊，这个钻石一定要拿过来吧？对，可惜人家有无懈啊，人家有无懈。这副牌队已经刷新了，刚才三金刚扔掉，现在又刚才又被我们摸回来了。那么目前我们还是采取猥琐的状态，你看，没有乐我们都不动了，没有乐我们都不动了。过拆桥，拆刀，好评。先掉一下风筝啊，恶心恶心他再说。燕人张飞在此，敲个马，不背弃，永不背弃。三张牌啊，他这个一血三牌啊，还是过牌还是比较那个的。杀一刀想让他卖血啊，铁锁在这啊，接刀掳人。哦，没有刀啊，没有杀。哦，闪电来了，闪电来了，来正正法器，又有一个乐，又方便搞他了啊！准备开干啊，准备开干。这个闪电如果有过拆顺手，还是尽量拿掉啊，尽量拿掉。你现在整个四血，哦呦，这还没说起来就炸了。整个四血我们状态啊比较好，压制他也是非常方便。那么最后一血状态现在稍微有点难了，放风筝，好评啊！那么我们结果又来了，有一九。现在是杀一刀，最后我们这是一血状态，强行开颅了，强行开颅。那么现在只要有杀闪，我们还能苟延残喘一下。嗯，这里我不建议去杀了，你这样杀的话就送过牌，你本来说不定他只能杀一刀，但是你送过牌那就效果不一样了，效果不一样了。这个国家这里太怂了啊，这一刀都不卖，你这个时候就是要赶紧卖血，求一波爆发呀，对吧？砍一刀，然后如果有一张锦囊的话，他直接带走。那你看啊，今年呢我们又回血回起来了，所以刚才郭家我们砍他一刀他不卖，实在是昏招啊，实在是昏招，太怂了啊，太怂了。那我们现在整个了，你看由一血被炸，而且郭家很有机会在那种阶段捞起我们，如果他没有搞定，最后我们这状态又回来，跟他又在能够形成拉锯战的单挑了。杀气掉啊，远交进攻到手，最后那边再气我们这边，烧啊！那么四张牌啊，应该来说这个时候强弩国家有戏啊，有戏啊，不是四张是吧？还有两张闪啊，我们还有浓胆，浓胆咆哮啊！所以国家刚才那个闪电啊，老天送他一个机会，第一次他倒是卖了血，第二次他竟然出了闪啊！我们还是开这个南牌是什么？出了杀没有？反正没有卖血。对吧，这个应该来说实在不应该，你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抓住卖血的机会去打我们呀。当然我们主视角啊，一个有信仰，二个确实也非常赞啊，野心家本身能赢就不容易了啊，不容易了，一个菜刀流活到最后，而且不抛弃不放弃呗，闪电劈着又如何，不虚不虚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。第三局的话，我们是一个主视角吴将。吴将的话，这边是选了孙权、孙奔。当然刚才的赵元加蒋飞也可以。我们昨天还是啥时候？应该是昨天啊，出了蒋飞、赵元的浓胆加那个守城的配合，看起来也是比较过瘾的联营组合呗，联营组合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六号位在这边看一看啊。四血将啊，那毕竟四血将还好，大师也没有带上。一号位骑手看盲狙，可怜骑白，搜索连环，一二位都在开浪啊，燃烧吧，小宇宙，啪啪啪，自爆小卡车，过河超桥哈，来再杀一刀，弩一个，弩一个。那我们六号位的话，吴国、啊、看着队友在被弩，但是也没有办法了，特别我们这好基友啊，恭谨。伯父啊，伯父，我们这年金啊，年金，冰娘，但是渡空了，这就要渡空了，感觉这就尴尬了。三号位四号位知己知彼，看下家开一个万剑，这个万剑有点感觉非队友啊，非队友。还有都督一排，他开万剑的话，我这明开杀了，明开杀。那么四血将可能就是蜀国一点，而且场上就蜀国，他这是明砍吴将，可能偏蜀啊，当然也有可能魏将在浪啊什么的，待会儿再说再调整。
这边又看南蛮哦，蜀将了，蜀将直接跳出来，南蛮又飞五了。刚才四号位看过五号位的，目前我们的话没法动啊，那这就让蜀国去找嘲讽呗。哦，夏家也开始顺水转羊，华佗南蛮再一开，这个南蛮一开，宋祝融待会儿再打有点蛋疼啊。大象很厉害吧，兵们，我们直接出上了。哦，太后，那他可以挨个的，六张牌在手的话，可以挨个大阵奴啊，挨个大阵奴啊，这挨个阵奴呗。你这只要有闪，像近距离的那都可以放一大阵奴，远距离的啊，不是远距离的可以放一大阵奴，近距离的要慎重一点，对吧？八号位离线刚才可以挣一个，否则你扣在手里有点浪费啊。这个刀给他就没舍得给啊。五号位没有动，那么我们这边的话以逸待劳刷一个，留了年奴啊，年奴扣在手里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化罗去杀小凤雏啊。一号位起锁摸牌，刚才是摸牌有毒条啊，四血将。里边搜索连环绑一波，再开一个五谷拿一个乐，但是这是想骚五号位骚不动啊，骚不动啊！我不能让皇啊地位不保。哦，这回合太后倒是敢撸了，那我们只能掉血，没有一个杀，续了一把年弩啊。当然我们的心思也是比较大的，不好意思，有闪啊，有闪。哦，神将啊，神将啊！关羽在此，尔等受死！燕云这一话多，我觉得啊，这还不如留着。不过也一样，也一样。哦，九鲁了，那我们这里的话救吧，这都没救啊，我们主帅没有救。有老夫呢，有老夫呢，送掉了。送掉的话，当然也就一排啊，也就一排。那么最后。当然我们可能是仗着手上有年弩啊，一号位刚才起手是有毒条的啊，起手有毒条的，那么四血将有可能是群雄的，像那种双头，也有可能是魏国的夏侯渊啊，那直接跳出来了神速啊，神速毒条而人受死，他是可以跳过摸牌阶段啊。刚才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刚才啊没有动得太厉害啊，没有动得太厉害，反正蜀国的话他四血将起手那个当然有，还有一个孟获，但是孟获的话基本是不太可能的，场上刚才已经开过 N 次南蛮了啊，所以的话我们主视角这边就非常大胆的把人头留下啊，把人头留下，只是带了一下啊，带了一下。那我们桃子强行捞盟友啊，强行捞盟友，这边毕竟不捞他的话后面就没有机会了，还好有酒啊，有酒，祝融再看蒙过在那边啊，蒙过在那边杀一刀带走了。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瞬间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啊，华佗那边我们没有救，没有救之后现在的话就是 1v2， 稍微有点难打啊，稍微有点难打，容我三思。那么由于庞统已经睡过一次了，那我们可以强行轻钢弩他啊，那么小诸葛有可能是突破口啊，有可能是突破口。江东子弟，尝尝这南蛮兄弟的烈火之力吧！哎呦，他是 K 点赢的呀！哦，我们有那个哈，我们有阴阳哈，我们有阴阳。锁锁连环，杀一刀，这样我们现在还有一套，哎呦，真机苟获呀！那我们现在这个年弩吧，迟迟没有用啊，迟迟没有用，杀一刀庞统，桃子吃起来呗。年度不要了啊，年度最后还是不要了。嗯，起来，一点七百，通通连起来吧。小诸葛一手黑啊，他没法烧。那么最后这边顺手转羊拿走我们的刀子啊，拿走我们的刀子。但是我们这边过河拆桥要看信仰的时候到了，容我三思。嘿嘿，这时候神来一个借刀，还是青钢啊，还是青钢。可惜没能带走，但人那边闪电助阵啊，最后的话就活着单挑了啊，活着单挑了。应该来说这一局抗暴团刚才我觉得啊，
吾乃江东小报啊。就张飞啊杀那个华佗那一下啊，我们没有救，没有救的话，这导致刚才最后要 1v2 还是有点危险啊，还是有点危险。你不是这个青钢的话，应该来说 1v2 有点困难。当然庞统的话，由于已经涅槃过一次，所以整体难度又稍微降了一点啊，稍微降了一点。夏侯渊临死之前啊还是带了几下容我三思，杀一刀漏次数控制我们啊。那么现在单挑的话，整体我们跟他单挑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啊，比较有把握。毕竟你大智衡在这边嘛，过斋桥顺顺转阳，来吧，且慢，何惧于天下，小霸王，小霸王。那么人王挂旗，神人王啊，神人王，要想来就得过我激昂这一关啊。那么最后互相撸呗，互相撸。那么整体啊，目前还没打下来，但我们状态已经回起，回起的话，祝融基本是没什么机会了，没什么机会。他这个很难打的。换上青钢来看，且慢，且慢，没有机会啊，还有一分钟。那么粘土在手了啊，粘土在手了，那么续一把四邪啊，四邪，决斗，藏八一拍，九鲁最后粘土啊带走。吾乃江东小霸王孙伯符。这局的话整体应该来说个人的技能啊，个人技能应该来说还是体现了一点。当然啊，那边也断杀了好几次，断杀的位就是送我们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局的抱团啊。那么这一局我们主视角是庞统加凤凰啊，庞统加只有这个选择了啊，只有这个选择，那没得选，既来之则安之啊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一号位弃牌，二号位女萌跳出来大克击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下家的话，上家以逸待劳，过河拆桥，挑一个身份，飞舞四血将，开五谷拿远交进攻，我们拿一个斧头啊，先拿装备再说啊。哦，队友啊，队友远交进攻给一波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低调啊，没必要跟着队友出啊。出，又是队友啊，老婆啊，老婆。但是我们这里的话，就是这强行按着打女魔，应该来说也是半跳身份吧，半跳身份，对吧？你场上就属无，那你这个时候的话，哦，那无我直接跳出来打了。那么两属两无，那三属啊，三属杀一刀，再撸一刀，粘弩再来一刀，我们这个有逃啊，有逃，马超救了啊，这毕竟是默认队友了。决斗，哎呦，又是小爸爸啊，小爸爸，真乐不思蜀啊，低级错误啊，低级错误，没想到吧？啊，郭嘉这个稍微，偷他只偷了五谷啊，只偷了五谷，应该来说可以带五带一蜀啊，带五带一蜀，或者就刚才我们四号位跟七号位这边按着打的，可以带一带啊。哦，那边又飞无将了，飞无将了。那么场上目前的话是三蜀啊，这个有可能是蜀国，毕竟七号位跟我们自己的话还是整体表了一下偏蜀国的，表了一下偏蜀国。万箭开出去啊，我们这样按着打，按着抱团啊，按着抱团。我已经不再年轻了，也好，也好啊，也好。那么就这样起牌。那么目前的话应该来说，如果把中间的比如说这边五号位带走，那么蜀国形成联动，可能赢的抱团的机会啊是相当大啊，也不能叫，应该来说非常大啊。一号位那边又砍了黄盖，黄盖的话完了，这一波要是裤裆掏弩的话，目前啊场上还没，刚才粘弩的陆续呢，粘弩已经进入弃牌堆了吧。刚才这个我们队友在这边搞毛啊，竟然使用了逃，这个是打得太二了，这个怎么可能逃着救他呢，对吧？这个明的147啊都在帮你打无啊，你这个地方还去打他。那么最后蜀国啊，哦，蜀国的话这边我们这边肯定是一个三连了啊，肯定一个三连，可惜没输出啊，没输出。
打打杀杀真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那目前的话，蜀国整体这个抱团就是纯粹的凑人头啊，纯粹凑人头。不怕死，就尽快放马过来。猎刃拼点，拿一个啊，国家。这里而且啊，带国家也不太好，带国家也不太好。没想到吧？偷一波，小胖应该来说要归了啊，要归了。南蛮，这没必要救了。没必要救了，哦，南蛮是要救啊，南蛮是要救，否则自己弃牌，这没办法了，只能自己掉光了，这个南蛮很尴尬啊。送死你去！啊，那么你看啊，国家一轮爆发，蜀国吧，崩盘了，蜀国崩盘了，渣蜀啊，太渣了，这个太渣了。马超出来没什么行动能力，我们的话虽然也跳出来，也没有用啊，也没有用。界面分一半，主要呢这一局如果说蜀国抱团可以怎么个打法呢？可以怎么个打法？当然我们这边都暴露了，都暴露了。那目前而言，大师这一血分分钟可以带走国家，带走他吗？漂亮，布下一城，带走。我们这边还有个庞统涅槃啊，还有个庞统涅槃。那么又是最后跟国家单挑啊，跟国家单挑。那么当然啊，跟国家单挑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就慢慢打呗，对吧？你不去打他，他也没有额外的过牌，就跟你。不过他那样可以主动砍你啊，砍你。哈哈，可怜几百，通通连起来，无中生有。决斗啊，决斗可惜没有乐啊，没有乐，这样的话三张埋在手，有一个无懈还可以啊，可以。自己别看看呗，然后过拆桥，随他拆。哎呀，没拆到桃园差评。再杀一刀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来个火攻就漂亮了，直接锁锁连环。哎呀，这个通通连起来，但是你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连起来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啊。青钢杀一刀，还是没有用。闪啊，那么注意啊，现在郭家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虚的，我们还有一条命哈、啊，还有一条命，拆一个加一扣在手里，没有动，九鲁了，九鲁直接送脸牌，凤雏气能消亡，顺手拽羊，等他再拿啊，再拿，续一个决斗啊，下一把如果他不能回血，我们哎呀，哎呀。如果他不回血，我们可能就要带下来了。冰凉控一个，看看能不能控住啊！哎呀，这有无懈啊！这个无懈又到了他手里，这不好打了。伤一敌，我们这边使用了重铸啊，求过牌啊！现在的话就是先找找防御。那么郭家手上明的有一个国无懈，加一炉起来啊，那么有一个闪，还可以应付一下一杀。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寒冰神器啊，可以砍他，可以砍他。万剑国家这边怂了，没敢卖，杀一刀。最后这里注意啊，前面整体我们都在慢慢磨他，那么最后他这里就剩一排，我们直接来了一个干脆的九杀，九杀。明的是那个啊，不，也不是明的，这个杀了啊，杀了。这一局啊，抱团的话，实在太渣呀，实在太渣啊！那么队友的话，整体也没什么效果啊，没有打出来。好，那么几场啊，这个抗抱团的啊，就到这样了。那么最后两局过牌的啊，两局过牌的。那么这一局过牌呢，先看这一局过牌是一个魏将离点加跃进，那么回合外如果我们削骨造成伤害的，我忘记是可以过牌的，那这样的话可以循环使用啊，循环使用，如果是基本牌的话，当然我们自身的开 A 忘记啊，这个过牌也在那，那么带来过牌，那就是带来的是啥，输出呀，输出呀。好，有南蛮了啊，两个南蛮了，一带了我们这边，你看啊，心非常大，直接还续一轮，粘弩挂旗，两难在手，扣起来一个无中，这牌下把动起来的话呢，是地动山摇啊，地动山摇。那么七号位回合开始有毒条啊，仿佛心
若青云之蔽月。刚才感觉是有改判了啊，是有改判啊。冰无常事，水无常形。常形一号位、二号位决斗，打暗箭啊，打一个决斗，打一个无懈啊，那不是有控住。那么毒空轩就这样了，不渡了哈，不渡了。带兵如此，胜乃可全。我们直接无中生有。那么二号位给我们打了一个无懈，难门开出来。这张合略怂啊，略怂啊，不卖。我们这边都已经挂了连弩了，他们还不卖。啊，司马这边倒是，我觉得也太怂了，也太怂。你可以利用反馈跳出来，利用反馈，何惧节操，对吧？那我们再开一个万箭，这样的话，张合这里又怂啊，又怂。哎，整体虽然我们自身的过牌是打出来，但是两个队友啊，打得略怂了，打得略怂了。孙伯符。来九炉啊，你来嘛，那么你来也行啊，对吧？反正我们这个不管是谁刷牌，你来嘛，只要能带人头，那都是好的啊，都是好的。当然我们这里更加希望能够带大乔啊，能够带大乔，可惜最后还是没能带掉，把年弩换走，装上灌石，留了两条啊，留了两条，可惜大乔有这一乐。但是你这个乐的话，整体不得撤退，我们还有跃进补刀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朱碧加上的望西哈，摸牌又有了哈，摸牌又有了。张飞马超，刚才啊，如果甄姬和司马，那个南蛮跟万进啊，如果给我们望西刷牌的话，这一把应该来说能够带人头的，这边应该能 carry 啊，应该能 carry。少了好几张牌啊，少了好像每个人少两张，四张牌好像啊，好像四张牌。这个四张牌，你说过牌量相当大。哎，两个队友有点呵呵啊，有点呵呵，太怂啊，太怂。那么最后，当然我们打下了这个基础之后，还算可以，不太虚了啊，不太虚了。杀一下一号位古河拆桥，拆一个乐，立下首功。戏白银给他回个血，当然的话一号位在那边没有办法了，还好还还好一波白没有怎么发挥，我们留桃子的话可以保队友，保佑乌尔之基业火攻。有一酒让他自救去吧，自救，然后呢再杀一刀，这里我们没有救了，没有救了。当然这个没有救的话，这就坑爹了啊！哈，我们是不想救啊，不想救。众将死战，非我之功。大丈夫何惧小节？插标卖首。前尘往事。好，我们这现在到了第二波的南蛮一开啊，第二波的南蛮一开。那么南蛮一开之后呢，这个就光屁股走人嘞，对吧？菊花开，我开笑，顺手转羊。刚才这个年弩啊是新排队刷出来的啊，所以的话又是顺利的一波控住吴国。剩下的蜀权状态都不好啊，蜀权状态都不好。何愁不破敌？万箭齐发，这里万箭哦。教主，可惜没有判定牌啊，可惜没有判定牌。那我们直接扔桃了，来 carry 带走。守不住了。逆天意，逆天难。那么目前这里锁锁连环决斗，没有反馈啊，没有反馈。那我们这边的萧国肯定是坑老诸葛的，想空城没门，能带你飞啊，能带你飞。佛挡杀佛。这里的话直接喝一酒送一牌哦，有一个桃园不错啊，有一个桃园不错，早晚要还的。那么后面的话陆神看一看啊，能够带出怎样的结果，顺手帮老朱空城啊，帮老朱空城。当行国之大计，甚是危险，决斗天下大事，以至为我所构。哎呀，这个砸脚砸得漂亮。那么七个屯田，教主的三张牌肯定是都没了啊！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，谁就胜了啊！国拆桥，最后的话直接一刀带走女仆，
啊，皇天也死了。那么最后我们这边可以桃园回，哦，有刀了，可以拿刀带人头，最后桃园一开直接结束了。老诸葛那样的话，最后2v1还是比较轻松的，而且我们这边萧伯克他空城，他应该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优势了。刘德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，对吧？你没有装备，那我们就直接打。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。那么再杀一刀，没有杀，众将死战，非我自动。哈哈，可以杀。我们这是杀，是看来是想着留着萧伯了。想着留萧伯，刘德良治四方，何愁不破敌？那么那个锦衣挂起来，冰娘五身插标卖手，看我先登城头，立下首功，再来啊！这边的话，带兵如此，胜乃无中生有。目前的话，整体打的就是分分钟吧。今夜天下，知天下大事。敲牌有点蛋疼啊，这个敲牌很蛋疼。前尘往事，莫再众将死战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三间又要进了。刚才司马利用了我们打了一波三间，那我们反过来又有了这个刀，那把刀拿过来，一波三间派出去，胜乃可全。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么这一局整体我们应该来说两轮啊，这个大过牌。第一轮是龟缩，两难一无中，然后有挂连弩。第二轮就开动了，开动，然而我们连弩都挂在那边了，两个队友都不给力卖啊，这个时代我觉得看不下去啊。这个旺星少了好几张牌，本来应该来说，如果他们敢卖的话，可能你点这能够带全场，可能能带全场啊。而且我们手里有那么多桃可以保他们啊，结果他们没把握住机会啊。后面那个张和啊，有一个乐哈，都不挪给下家控一下，毕竟那么多牌啊，好，最后一局我们主视角是太后加等胖啊，等胖美人乃香一个，对吧？当然太后是被董胖搞死的哈、啊、太后是被董胖搞死的。一号位藤甲挂旗，顺着乱阳下家撸起一个藤甲，这藤甲就是公共汽车，来挨个上一上啊。仿佛兮真机大洛神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索索在年环，捆绑 play 来一波火烧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这边有啊，借给他。哦，扇子出来喽，菊花一紧哦。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扇子挂的嫌早啊，太早了。你这应该来说扇子缩一缩嘛，对吧？哦，当然那边直接下马。一刀八血啊，那么四号位吃桃，二号位竟然没有闪啊，是刻意卖的呢，还是怎么回事？可能手里有桃，那样的话卖控其他人也可以。我们这边顺手顺四号位结果打一个无戏哈、啊、我说我们在找事哈、啊、六号位弃牌，那么七号位借刀掳人砍暗将，那么这几支笔冰娘寸断空了下呀，七号位这么狼，他借刀也没有借六号位的哦，请鞭笞我吧，攻击！来黄给啊，那么张八一拍弃牌，一血状态，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就直接被人烧走了。一号二号位并没有动啊，真机。我流风之回血，场上有改判的，改判的话，那么应该来说三血将里面可能是在下将那边啊，哦，有可能是天都的毒跳。过这桥，开始短我们了，我们就横针来吧，老夫进京平乱，岂能空手而归？啊，我们上家说知道我们是董胖啊。那我们这一波的话，杀一刀，再来火攻一个啊，决斗。但是整体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也不好啊，阵毒这个时候可以按下去了，你没必要再酿出来暴露了。那现在大家的话，每个人那边阵毒有毒条，你这就是对这一局感觉主视角整体对技能的酝酿，这个啥时候再把它按下去啊？不够熟练啊，那边杀一下
武将啊，四血杀无可能属位啊，意思可能更偏属一点啊，更偏属一点。二号位开五谷，拿一个桃子，我们这边拿一个酒吧，拿一个酒，毕竟一血了，还是比较蛋疼的。若亲人之闭月啊，若亲人之闭月，那边的话，冠石强弩赵云啊，强弩赵云。魏延啊，忙居忙忙死了队友啊，忙死了队友。哦，过河拆桥这边又开始搞郭嘉了啊，搞郭嘉了，非魏四血将搞郭嘉，都是我的。那我们继续打人阵啊，谁的都是我的哈、啊，都是我的，杀郭嘉呗。可以啊，可以。郭嘉现在大 boss 啊，大家肯定都要干的，都要干的。哦，当然我们刚才啊，有一点啊，就是我们这个阵毒啊，你如果你刚才连续两轮。在六号位这边带一带的话，那有可能引起大家误解，让他们去猜呗，对吧？他这有可能摸牌的呗。啊、不对，这个是回合开始后啊，开始后，反正大家去猜吧。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当然，现在队友也被带了，队友也被带了。雕虫小技。现在整体这个残局啊，这个残局。怪只怪你。不该生有皇子，送一波助攻，打蜀国啊，然后蜀国的话有闪。若凌风之魂血。我们这边继续打横阵啊，我们这已经连续三轮横阵了，已经连续三轮横阵了。这个整体打出来的话还是比较亮的，还是比较亮的。那我们直接杀下去，魏延 CEO 狼里个狼，哟，这还有桃啊。但是我们还有一闪啊，可以大阵毒。过河拆桥，拆手牌吧。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排序稍微差点了，稍微差点。三军听我号令，不得撤退。好，我们这边还是没有阵啊，没有去阵。看我先登城头，立下首功。这人都送魏国了。后宫之中，只有你、啊。不是送魏国了，说错了。说错了自有哥哥这个地方阵毒直接阵毒带走了，直接阵毒带走了。哎呀，桃园差评啊，桃园差评。桃园的话，魏延那边被回血回起来啊。那我们现在的话要打郭嘉啊，蜀国在这边，郭嘉这个大 boss 最后你不一定有人能扛得住的。其实三打一有的时候都很难啊。怪只怪你，不该生有皇子。哦，这个九杀竟然中了，那么郭嘉强行巴结我们一下。送两张牌出来啊，最后的话就是蜀国呗，敢搞我对吧？你的计谋被识破吧？可惜啊，可惜，小猪有那个，小猪有那个，那么顺手转羊，可以远交进攻啊。那么最后的话可以考虑大阵毒郭嘉，可以大阵毒郭嘉。但是蜀国现在的话，来先震一个再说啊，有闪不虚啊，有闪不虚，吼吼，利用队友带郭嘉，然而不好意思。你这带有队友带郭嘉的话，队友一血，我们是最开心的，我们是最开心的，实在是守不住了，谁的？虽然我们掉血，这最后还有横着一波，无中生有啊！你这没有货了，那难埋，再杀一刀，这我们都不杀了，都不杀了，留着直接阵毒，可以杀一刀吧？万一他有个桃嘞，对吧？万一有个桃呢？万一有桃，万一到时候有一个锦囊呢？万一他走起呢？对吧？还是要。打稳一点啊，打稳一点。那么这一局啊，在这种局面下，你看因势利导，利用蜀国，哎，你们去打魏国吧，把魏国打残，借势收人哈，阵毒一收。那么像郭嘉大 boss 到最后的话，那么打到最后，郭嘉还要巴结你，给牌你来控制蜀将啊。当然，如果我是郭嘉，我估计也不会给你群雄了啊，你要浪你就浪呗，对吧？最后两句你看啊，大输出啊，大过牌大输出，一个是李典，一个是董胖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国战的话就到这里吧，最后一局啊解说的不是太好啊，反正有个几个点都是忽略了，前几局反爆团啊，那就这样吧，最后谢谢大家。